王，你看我有一个玉米雪糕的模具。哎呀，我胡萝卜的模具。嘿，我呀能做一个玉米雪糕出来。我能做一个。嘿，你能做一个，我们比一比就知道了，看谁能做出来。哎呀，让你自己先做，你看我呀一下子就能做成功。我肯定能脱模成功。我那小朋友说是妈妈能做成功还是大宝能做成功。嘿，我呀把柜儿给它插上。我插到中间。哎，马上就要脱模了，开始喽。咦，看我的做成功了吧，来你的脱模我看看。哎，你的也做成功了呀。我的坏掉了。我的没坏。哼，这是我做成功了，哈哈哈。